明明就是个登陆就送的武将，为何大佬还人手必备？因为关羽喵只要搭配上姜维喵，就能触发全服最强隐藏羁绊武道群雄，增加全队300%的全员爆伤，战斗势如破竹。开局关羽喵先来一招青龙偃月，对随机3名敌人造成300%的暴击伤害，并造成破甲。姜维喵再来一招麒麟之怒，全场暴击群伤，直接横扫全场。另外现在新手上线就送1000连抽，输入福利码 VIP666 还可以领取海量培养材料，抽到的喵将